大家好，我叫黄维德，今年30岁。因为视网膜的病变，20岁后的我从此看不见外面的世界，但我却看见另一个世界。怎样？是的。要不要我扶你过马路啊？好啊，好啊。嗯，走。其实，在爱情里面，争输赢永远都是输的。唯有彼此的互相包容跟接受，才能走得长久啊。嗯。虽然我看不见这个世界，可是。我触碰到的、感觉到的、听到的，都比你还要强烈，所以也比你更了解什么叫珍惜啊。谢谢你。没有啦，其实我们是在聊天而已。谢谢喽，拜拜。谢谢你们的帮助。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但因为你们的一臂之力，我的人生可以继续走下去。